是昨天凌晨1点42分落地的梦，应该昨天是临牌了啊，昨天应该临牌，但忘了这个事啊，不是今天凌晨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啊。做梦，梦见在部队里面，好像在黑人的部队里面，都是互相残杀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还没见到对外杀，都是互相之间在杀，自己互相之间在躲，躲了又杀啊，哎呀，这个当兵当什么兵呢？是残忍事情啊，就互相残杀。都愿意完了，就逃也没地方逃。天上的大神呐、看着地球啊，地球上好像随时随地可能会爆发战争，只是规模大一点，小一点而已。这种战争呢，不是因为两个人之间有了矛盾引起的，往往是不相干的两个人呢，在战场上去拼呐，两个互相不认识的。也没利益冲突的，是被政府的误导下，或者在被媒体的误导下，或者在强权政府的强迫下，就开始了战争啊，开始了战争。我们知道战争无赢家啊，战争无赢家啊，战争以后实际上留下的创伤啊，久久不能解决啊。因为人家是无神论嘛，想不到那么多啊。如果有神论的话啊，就像那个天人，外星人看的话，就看一清二楚啊。被残杀以后，灵魂继续存在，继续存在，灵魂还在报复啊。所以就是，然而这个后面的问题就接二连三，接二连三，解决起来很困难，很困难。所以啊，后面外星人要做的事情就是。就是杜绝战争啊，杜绝战争，对那种，战争的狂热分子或者热衷于战争的啊，会制定好计划，把他们一个个带走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啊。